身为一个专业的电玩玩家，除了最新的游戏上市要玩之外呢，那些超经典的复刻游戏当然也不能够错过啊。想当年跟任天堂红白机分庭抗礼的16位元 Sega Mega Drive 主机，上面就有超多现在玩还是很好玩的游戏耶。今年它也要推出复刻版咯，赶快看看这些游戏你有没有玩过吧。任天堂的迷你红白机在本周就要发售了，先前在网络上一公布消息就引发资深玩家间的热潮，为了童年的回忆，大家都到处找台湾购买的管道。现在另一台载着众多玩家回忆的主机 Sega Mega Drive 也要发行复刻版咯。80年代在台湾最红的家用电玩主机，除了任天堂红白机，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俗称 ND 的 Sega Mega Drive 了。上面诞生了音速小子等超多好玩的经典游戏，现在有间位在巴西的公司 Tectoy 取得 Sega 的授权，生产原汁原味的复刻 MD 主机，外观尺寸和当年的主机一模一样，没有缩小，也可以插卡夹游玩。但现在的 MD 的卡夹不好找了，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这台复刻 MD 里面内建了22款，包含音速小子3、战俘、兽王记等当年家喻户晓的游戏，完全不用担心买不到卡带。不过这台复刻 MD 可不便宜，要价3998新币，折合台币将近4000元，再加上国际运费，只能说为了满足童年的回忆，这代价可不小呢。假如有台湾的店家上市，你会不会买一台来收藏呢？快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吧。